老师，这个单词的发音是不是目的？非常正确。这个单词的发音是的确。这个单词读有的，所以这个字有三个发音。其实这个字有四个发音：的、的、的、的。比如说，目的、目的、的确、的确、有的、有的、娇滴滴、娇滴滴。这个发音字真难，这个发音字真难。跟我读，老师，这个单词的发音是不是目的？老师，这个单词的发音是不是目的？老师，这个单词的发音是不是目的？非常正确，非常正确，非常正确。这个单词的发音是的确，这个单词的发音是的确，这个单词的发音是的确。这个单词读有的，这个单词读有的，这个单词读有的。其实这个字有四个发音，其实这个字有四个发音：地、滴、的、滴、滴滴的滴。比如说，目的、目的、的确、的确、有的、有的、娇滴滴、娇滴滴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明天见。再见。